吃了午饭，现在我们就开始灌香肠了，请了王娘娘来帮忙。手工制作。瓦器要这个。这个就是大爸之前弄的小肠，然后又用热水洗一下，这个还要洗，洗后。这样子灌水，用热水走一道，为的是就是它能更好的通泰啊。拿这拿给它接上吧。厉害，机油加了。拿开呀。拿酒。开心，两包刀。大爸现在在这里配调料，这个要配紫皮，太咸了也不行，淡了也不行。啊，好咸啊！现在调料拌好了。爸爸，你说。要啥子？矿泉水啊。酒。啊！还有酒，我家里农夫山泉哦。我们现在三个人分工合作，因为他们喜欢啥？多多在那个学步车里面玩，不用带他。马俊才，今天人多就搞得快啊！现在先把它拿去，再拖一下水啊。怎么拖的目的是干啥？用于生水嘛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香肠已经灌好了啊，灌了100多斤，天也马上快黑了，还好今天人多，不然我不知道我们几个人要弄到什么时候，现在就只管照顾他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